是先祖砒霜斩荆棘，创下如此基业，却不料横遭刀灵诅咒。你们兄弟二人皆为聂氏之柱，应当齐心协力，你也能证明你自己。大哥，这些聂氏就非得练刀吗？ 前途未卜，既然要死，就先死我吧。回首，遇到大哥心神不稳的时候，吹一小段清新音，这也能管用啊。 回桑，还和小时候一样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大哥都护着你。